星巴克呢要抓住夏天的尾巴呢，在9月23好友分享日这天呢，推出了买一送一的优惠，购买两杯大杯以上的冰乐口味皆一致的饮料呢，其中一杯由星巴克招待，而且这次的活动啊有新冰乐哦。那活动的日期呢是从9月23号的礼拜一的上午11点到晚上8点。那要注意的是，每人每次最多只能够买二送二，然后饮料呢限当场一次领取。优惠的品项呢以各门市的现货为主，喜欢喝星巴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哦。新竹人有福了，东林商行推出了鲜奶系列以外的99元任选三杯饮品，活动日期呢为9月19号到9月30号。看完菜单后，如果你都挑最贵的一杯要65元，三杯99元就能够省了96元。这样想好像还挺不错，所以如果住新竹的朋友有兴趣的可以去品尝看看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在这中秋节这天没有烤肉吃，那不如订个肯德基的炸鸡桶跟家人一起分享，也是挺不错的哦。肯德基的中秋节限时优惠呢，六块卡拉炸鸡桶餐呢限时只要299元，一块炸鸡呢不到43元，跟平常一块69元相比呢，等于打了62折，这样我们还不吃爆它吗？最后呢，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！